在我们精密的计算过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颁发个人组的第一名，第三名，让我们欢迎财税系的会长蔡蔡来帮我们颁发第三名，掌声欢迎他。讲的是蔡玉玲，个人组的第二名，欢迎杨伟萱姐姐来帮我们颁奖。好，那个人组的第二名是陈明华。时候来了，第一名耶！天哪，好快就要第一名了。好，那我们请曾子云老师帮我们颁发一下。好，得奖的是你们猜是谁？罗有慈，罗有慈的音色老师很喜欢哈、哦。可是得奖的不是罗有慈，是林彦霖。Yeah.
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更精彩的就在5月28